对，我还没有录，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信粉专哦。那个啦，那时候就想说哦，因为就是在讲说，顺便解课题嘛，然后看一下这边有什么，然后就到处找，到处看。哎，它好白哦！它是那种就是荧光笔的颜色哎，我是用生命在抓它哎。也很常出现，对啊，到时候再看看啊，因为它其实蛮常帮我回答很多问题。再说吧，因为就很蛮感谢利恩的啊。有在帮我弄，因为其实我知道我的扳手不是每次都有空啊，因为都有在上班什么的。然后虽然利恩也有在上班，不过他做那个，到时候再说。只是想说一下啊，很谢谢利恩，跟大家说一下这份感激。你比较常看精华，感谢你的，感谢。看利恩这个表情要公开嘞，北西。嗨，老居。他是不是每次直播都在？你们也都是啊？就只是最近，哦，也不是说每次都会需要啦，就只是有时候有些人打字检视不出来，会比较麻烦一点。为什么？boss 没兴趣，今天又跑去三只了，你干嘛？你冲啥？很远呢。想说你下次去三只的话，路过一个叫什么吴家肉粽哦，还是什么的，你可以去买个那个，买那个叫什么？你可以去吴家肉粽买那个茶叶蛋啊，或是凤螺。凤螺最近不要吃好了，我觉得他们最近的凤螺有点难吃，好像都是放隔夜了。梦妖，我大量我都直接喂小卡比兽，不是啊，因为有时候喂小卡比兽是完全没有果实出现的。我今天已经浪费了三次，他完全不出那个果实给我，而且我反正当时我这时候是在那时候在刷看米亚台的时候，然后才在刷，想说就随便轻松玩一下而已，所以没有特意要刷。你说哪个肉粽？吴家还是叫什么东西的？还是什么蛋饼？什么加蛋饼？什么加肉粽的？这其实蛮应该打什么？蛋那个三只，然后空白肉粽之类，应该就找得到了。初闪地图会亮吗？不会，会有音效。我们是这样子，他为什么会爬山？继续前进，恭喜奈西家。因为小时候是吃那边的茶叶蛋、凤螺长大的，也不是长大，就是我们家以前大概一个月会去，不，一个礼拜会去一次三只，一个月去一次三只。然后都会经过那一间店，然后我们就坐在海边，就全家啦，坐在海边，然后再吃凤螺什么的。因为我那时候蛮喜欢吃他们家的凤螺。为什么大舌头发生的图案跟别人不一样？哦，你下午不在吗？这个的意思是说，打完这个时候
会有下一波，下一波的话都是它的进化型，也可能是头那个头目。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化型或头目的那个色尾的话，就可以抓它，或是打它，打到它全部没有之后，会有下一批出来。十八王宫加罗，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没错没错。那至于我本来是很想要推凤螺啦，但是我上次吃，上次应该是半年前吃了一次。觉得它味道变得怪怪的，就是不建议吃了，我都不敢推了。对，我本来那时候这个昨天半夜就有更新，我想说就忍住不玩，然后开台来跟大家一起体验，因为有些人一定先玩过了嘛，然后想说有时候这份喜悦跟大家一起，然后不懂的还可以再开台问。对吧、啊？如果你下次有经过的话，可以去买买看啊。然后他们那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啊，可能就是这件事情导致他的那个生意变不好，或者是凤螺那些不好吃的原因。我在猜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曾经他们的老板就是在要回家的时候没有乖乖的转向。没有乖乖的，就是打什么类似方向灯啊，就这个有，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导致害人家那个出车祸当场死亡，就是因为那个老板他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他是直接就是在他家店门口直接转进来，然后对向来车直接撞到。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影响到生意，然后就是生意不好。好，瑶瑶晚安。黑糖安安。我今天差点把我的是色尾的雪莉怪给放生呢、欸。现在清包包的时候，想说怎么雪莉怪一大堆，要放生的时候没放生到，好险！我那时候就是全部雪莉怪都勾完了，就真的是雪莉怪，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勾到。然后仔细看了一下，哎、欸，色尾，差点全部放生掉，我吓死了，吓死宝宝了。欸、后来想想，我应该也是会选水鸭吧。水鸭，我那不是说草猫或水鸭吗？因为后来发现它好像唐老鸭、喔，好可爱哦、喔。高追嘎，高追的唐老鸭。我前名字应该叫盐水鸡之类的吧？盐水鸭。不是哎、欸，我还是觉得那只火鳄鱼，白火鳄还是算是蛇呢。现在插牛嘛，牛羊马没有办法。我感觉应该也很难呢、欸，因为毕竟是四足的宝，不是四只脚的宝可梦。然后感觉应该也很难有那个很难设计，因为通常。火系的御三家，除了那个嘛，火斑喵以外，其他都是双足的。我打算开几点？至少12点吧。啊，如果遇到野闪或遇到闪光的话，饶了我，我没有要打嘛，请放过我。没有、啊，今天只想解那个啦，那个课题想跟你们聊，顺便解课题而已，聊个天解课题。
标题封面是没改，没差，怎么了？我懒啊，我懒惰，因为我如果改的话，我下次封面都要重新用。顺水鸭可爱，我想要选，我就是在想啊，因为那只猫如果真的都不长大的，脚都是在地上的话。今天卡奥说手已经不痒了，今天看日麻频道有够多人了。哦，拜托，那个谁，米娅那边也很夸张啊，他现在还在开吗？还在，太扯了吧他，对吧？哦不，刚刚有金珠我没打，我刚刚本来是想说怕那个时间那个暴风雪时间不够或后面会出现那个闪光，想说先略过他没打。哦不，猫直接进化再来是双脚站立的，哎，不是看到很多图都是直接用胶带把他脚粘住吗？拜托 ，please， 不过帮我赚点数，对啊。要看到熟悉的，可能两个人进去之后啊，我知道堵哪边了，堵哪边了。可是他就是，他只要说会不会移位呢？他点不会就对了，但是他会不会垫底就不好说了啊。他不是也有一次开场国师无双被击飞，哇，好爽。好像不太行耶，我看一下哦，他的技能都有点，我记得有两个是25次是什么迅捷跟刚猛，迅疾跟刚猛各25次，超难说的，你知道大小，你知道兔窝这边已经超热闹，一直在说你，你一定让他垫底，我让他垫底什么？看不懂为啥有时候不能合，就是因为你没有达成所谓的那个啊 E， 我们所谓的 E 就是它的规则跟组合，像是你的牌型里面不能有一或九啊，或是你的牌型里面要几个顺子啊，几个。如果你不懂，你真的可以再托我问啊，我相信他们会很热情的教，应该啦。因为这个其实不好好教的话，靠自己摸，你真的要有天分才有办法。有时候不能合，就是因为你就是不要随便乱吃，不要随便乱碰。通常你只要吃或碰了，那你吃碰里面有一或九的话，那通常你这个牌型机大多数就完蛋。你都说应该了，不是啊？他们就很其实很热情啊，但只是我怕他们的教法是你会听不懂的教法，你懂吗？因为有些像因材施教的意思，就是你要对症下药啊。吃跟碰里面不能有一跟九，不是不能有，就是如果你有一跟九的话，会比较难胡牌。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的吃碰里面就是不要有一跟九，你就先做最基础的断幺九。看，原来这是色尾，我都忘记它原本颜色了。到哪里了？松鼠狗。他课题我应该可以解到12点。
岩崩二五，大分盖二五，闪焰冲锋二五。好。对啊，你不懂再问，一定要问清楚哦。我那时候教黑糖的时候，我也是每次教，每次都先问他。你要确定要懂哦，你不懂的话要真的要讲哦，因为这个教一半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哦。蓝色的可达鸭好怪，超怪的啊！现在比较会点哈，建议打清楚，也不是对对合哎、欸，因为你对对合，你势必身上都要两那个啊，都要两张一样的啊。对啊，你可以问黑糖，如果他还在的话，黑糖那天在教你的时候，我是不是一直问？哎、欸，不懂要讲哎、欸，不要怕我骂你、凶你什么之类的，因为这个没有教好的话，你会一直很问号哎、欸。所以那时候就是用各种方法在教他，像一个比如说魂老头，我就可以教很多很多方法。我那时候魂老头也教了很久。就那时候我跟他讲说，你看你可以就是已经快自一色了，如果这不行就留九或一起来，这样你看至少有混一色加混老头。对啊，那时候我说你很多字牌之后，然后你就留其中一个花色的一或九起来，就这样至少有一个混老头在。画水饺画到快疯掉了，你画什么水饺？加油加油！我不会画画。反正给今年自己的一个期望是，至少在今年可以再出一次贴图，或是周边商品。可是以现在的状况好像不太行，现在的我好像不行啊。哎，我公开一个讯息给你们看哦，来，这叫什么跟死鬼什么东西了，来，像这种名称，你看刚刚就是直接骂这一句，他叫我隐藏或显示，被同学卖了，卖水饺，对吧？就有这种留言嘛。然后有时候你们可能会看都看不到，就突然被 ban， 那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啦，拜拜。你要不要先去找小鱼，跟他聊聊我们昨天聊的东西啊？做水饺比赛的邀请，水饺不难画啊，还是你是要做很像的那种东西？你是要做很像吗？繁星，嘿，是，你删错了，没有，不是我删错了。等，秀秀，等我一下哦，因为我每次要删的时候都会跳一下。唔变呢，按错了啦，等一下啦，老巨也敲我，等一下哦，取消秀秀发送讯息，秀秀，你看你现在能打字吗？还是你还是要等？我知道啦，等一下啦。叫秀秀在他下面发言，这不能怪我啊！你看他可以发言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你看今天被三百了之后，先永ban再解ban，他就可以马上发言了。这是我之前学到的。台主霸凌你，来再一次。啊ban啊啊啊啊啊ban到了！你看三百秒哦，然后永ban，然后再来解ban，
好了，他可以发言了，这是目前最快显示发言的方法。其实老 G 那个谁阿香也说你们其实扳手都可以啊，就是他有个禁止发言，那个就是永 ban 了啊。来秀秀打字，我觉得他心灵受创不打字了，我觉得他在笑欸。欸，好啦，秀秀，我不闹你了啦，快点打字。还是其实你不能打字了，你不能打字要讲欸。应该取消掉了吧？我再看一下，已禁止秀秀发言，已取消禁止秀秀发言，被他取消了。秀秀说话太狠了，先刮你狠，再插你一刀，之后再打断。对啊。那三根香要管管姐吧，没错，所以你们插香的，欸，自己要组那个韩国的要不要也 ban 了？我翻译后他是说取消订阅，因为中国我有看到啊，可是他就没有再出现啊。他如果再出现，对，要解，我解开了啊，取消了啊。对啊，我现在只剩下移除、隐藏，我没有吗？你是被永，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哦，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哦。隐藏使用者，然后取消频道使用。我在想还是300才在啊。欸，我取消了，你再打打看。原来只是他嘴巴有东西不能讲话啊。对啊，我取消了欸。还是300的副作用还在，还是你想要跟我通话？你要跟我通话吗？玩脱了没事啊，那是熟了才能这样玩，不熟才不敢这样玩嘞。我扣给他，气死。看一下哦。欸，晚上好。好啊，不接电话啊。我现在是怎样？喂。你现在怎么了？你在哭哦？哎，白痴哦。你干嘛哭？这有什么好哭的？在路上真的不能打字哦，靠腰。不是，你是真的被永ban还是300秒还在啊？永奔啊，怎么会永奔？我不知道。那等我一下，我直接去后台看一下。我不能打字，我连干，我连要传超级留言都不行。啊，不能超级留言，那很严重哎。哎靠！等我一下，再弄了啦。频道，好，顺便把戴欧奇西斯解封。等我一下。来这哦。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现在是用手机。嗯，好，戴欧奇西斯解编，看一下哦，就显示另外5个，哇，好，我编好多人哦，看一下哦，哇操，你看，不是，是一大堆该编的人。你这样会不会听到我开门的声音啊？有啊，我的三圈，我们打开了。哦，没有啊，后台没看到你啊。欸，怎么可能？我看看。搜寻。
对啊，零笔呀、啊，把我，你哎，重整嘞，截掉了。给我超级留言，没有啦，好啦好啦，你慢走，你慢走，拜拜。好了，拜拜。看吧，就明明没事嘛，可恶，解掉了，应该是300秒的问题啦，所以啊，不要惹我啊，自己小心，不要惹我。好、啊，维秀秀复活了，对啊，可他打错字哎，把他编的好了，可怜的秀秀没有啦，其实有时候闹他。开他玩笑开过头，我都觉得很对不起他。我就想说啊，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人家好歹也是女生，一直想人家臭还是怎样？对不对？好好的女人家，一直说她臭，然后一直欺负她什么的，就过意不去。ban 屁 ban。感谢秀秀的150块。不是啦，我如果你真的没有钱，就不要花在我身上。哎呦呀，干，就不要花了啦。你可以养小鱼，好不好？我这边我自己会搞定，就算过得再痛苦，我也是会坚强的努力开下去。那木木人也是女人家，她哪是女人家啊？不，女生，她就女生呐、啊。不是不一样的东西今天秀秀白目，白目我至少还是不会，就是玩笑开得太过头。阿木木不一样啊，他连我想开玩笑的动力都没有我有啊，啊，我怎么会没钱？怎么没钱？所以你有钱吗？有钱的话，欢迎哦，欢迎投币打赏支持。我怎样都比你好赚，也是对啊，干还不花在我身上？话说木木嘞，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木木怎么了？繁星成功说服了我，我说服什么？你说木木怎样吗？我不知道，我跟他不熟。木木不是说先去休息了吗？啊，他有讲话哦。他有说话哦，好扯哦。还在末日的时候，那难怪我看不见，那难怪我不想看见。想问一下，有 DC 群吗？有，你先私讯粉专，然后可能不会马上有啦，就是那个我们有个小帮手，会，你先私讯 DC，不不不不，私讯粉专，然后会截那个订阅的证明。然后会拉你先进赖群，然后赖群里面会有 DC 群的网址。那如果你不想要进赖群，你觉得是隐私问题的话，你可以跟小帮手说，这样子。好，秀，拜拜！你赶快去找小鱼聊天呐、啊。我刚刚看到赤影的留言，看成还在日本的时候，白痴，怎么在日本？没说就退，退什么东西？
你退了什么？老小鱼，对啊，我们那个扳手啊，那个最可爱的扳手啊，我们这个最可爱的，然后还有最臭的。康猛结束了，迅疾招式。赖群啊，只留 DC。哦哦哦哦，没事啊。跟那时候说啊，如果觉得太吵，没有参与度的话，可以提前说一下，再离开什么的。那走的不明不白的，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就说他怎么了，他怎么了这样子。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没跟我说啊。那通常不告而别，一声都不讲就走的啊。其实理论上很难再回来了，那也蛮常遇到，是说什么之前考试就是离开，我说那可以提前说啊，可是那时候就是说什么家人直接把手机拿去删掉了，那我也不能不说什么啊，毕竟人家是家人做的事情，我会很为难啊。我要不要金狗狗？你有多吗？多再给好不好？也不用啦，没关系，你先留着。啊，你怎么不去刷赫拉克罗斯，去刷狗狗干嘛？你的粉甲虫嘞？红色地毯，红色地毯是从多少开始啊？1500块吧。而且要看汇率啊，看你在哪边用什么汇率哦。因为那时候有看到有出现的金额是不该有的颜色，像有人上次也是抖了，好像1500吧。然后也是紫色的。你刷到第二只，好啊，再跟你要。对啊，其实老居他没有很常 ban 人，这样太夸张了，他才会 ban。两次。咦？我的代号是年纪最大的扳手，在早期 RC 时代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个也算是 RC 的管管吧，可是我那时候很不想要这个头衔，因为我觉得当管管管的东西太多太累了，我很不想要。可那时候就是人少，然后所以人少，所以导致说随便人都可以当管管那种感觉。然后后来那个 RC 就是有一次突然我们在睡醒的时候突然。
怎么人突然变这么多？他就突然上了阿西的首页，这样推荐首页。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在隔天就赶快说我不想要做了，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在里面，其实而且有个那个口角，就是有一个女生唱歌就很有感觉，我就对她说：“哦，好有风尘味哦。”然后结果她男朋友就很不爽我这样说她，因为当时说这种意思是说那个是出来卖的，啊，我当时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欸，但是那一对情侣就觉得说我就在那个表他。啊，我就觉得很委屈啊，用错词了啊，但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想不到那种味道，那个不味道，那种比喻说法，真假？他那时候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现在只要看到风尘味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会想到那一天的事情。对，有时候也是觉得说，干，就应该只是针对吧。我没想到的意思，我当时也没想到这个意思啊。我当时觉得说，就是年纪很大，很有那种，很有那个，很有故事感那种感觉。阿西拿了两年多，阿西关很久了，对啊，就是他的意思比较不好啦，所以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意思。没有啦，不是坏回忆啦，我那时候还好啦，我最坏的回忆就是那个啊，你可以闭嘴吗？声音很难听欸。对啊，所以我懂啦，没事没事没事，没有不好的回忆，真的要说不好的回忆，我忘记啥时关了，关了有四年了吧？欸，不对哦，喔，欸，对，好像两年了欸，因为那时候 UHC 其实还在 RC。是啊，又学到了一个词汇不能用的词汇。真是，你们现在打戴欧奇西斯啊，他又活在聊天室了。刚在帮秀秀解编的路上，想说啊，看到戴欧两个字哦，这边删掉，解除。六六安安，隔壁虐的怎样了？我真的觉得米娅她要改掉，就是都只玩混一色、清一色这个东西啊，不然干她牌一下已经顺子或已经怎么讲，你懂吗？就是已经三个顺子都已经弄好弄给她了，就硬要打掉，平和不香吗？啊，混一色也只是多一番而已啊，但你不会马上ban，你都会先给些警告，没预警才会ban。你说谁？老 G 吗？谁啊？哦，说你哦，对啊，你都会先警告啊。所以我说，其实老有时候老 G 他就是比较尝试帮我管那种比较夸张，或是要解开那种带审核讯息的。我有说你们打招呼或贴一些表情符号，完全是看不到的。他好像一开始决定要做混音色，都朝混音色做。对啊，所以他我就说，你看看你牌桌打了多少，你打了两组对子，一组顺子，欸，
但是又不能管人家，你懂吗？毕竟人家想玩怎么玩就怎么玩啊，那是他的快乐，他的事情。他靠这样子打了那一位多少次了，对不对？狼人杀系列不是警告哦，对啊。狼人杀还好啦，毕竟 Among Us 那种才是啊。因为狼人杀就算你知道他是狼，那你也打不赢他，对吧？哦，今天知道哦，商狼都出来了，啊，没办法啊，白天打不死他，晚上只能任人摆布了啊。晚上就只能当一颗番茄啊，被冻到。当一颗 tomato，岩崩大粪盖，闪电冲锋。今天那个大三元，我们是嘎嘎都扣死，结果他还弹，哎 可惜了。被番茄冻到，又聊天室那个番茄啊，就只能被动的啊，被动的躺着享受，懂吗？既然你挣扎没有用，那就只好享受了。你再怎么叫破喉咙挣扎，如果无济于事的话，那何不享受着当下的时光呢？哈哈。我讲的理所当然的干话，听起来很 N，还好吧？这其实有时候也是感觉到小可以当狼的时候，对我也是会很留情。那我也是啊，但有时候就是都已经杀的差不多了，就开始动刀了。不是最好笑的是，给学长机会，因为他第一次玩。他就在马路中间死掉了，哈哈。他感觉不像，好像不怕吐蕃梦想家，不是？他怎么讲？今天没有赌注的话，就真的是平时我们玩得开心，在看他睡觉，然后那时候等他睡觉等多久啊？那时候像今天有赌注是什么？最后一位或是被击飞，好吧？被击飞，等下做一件事情，或是跟聊天室的姆妈还是怎样的啊？我就不信他会贪，还是他会只又存一直做混一色，然后炫耀一下今天捡的。然后感谢粉色跳蚤兑换的欧尼酱，粉色跳蚤，欧尼酱，繁星，妈妈，我说很没诚意，是因为我记得他不是只有我是亲两次，其他人他也会亲两次，好吗？好爽哦！他也不是不怕，就只是他觉得很夸张。拜托，精神病院的去出征欸 那时候本来已经2000了，结果那时候点错了，就 all in 下去了，结果2000全部没有，然后就重新收集，挂牌收集。他怕啦，我也觉得他是怕啦，就是他应该看久了就会知道哪些是梦想家啊。只要看到我们前面一窝蜂一大堆是挂粉红色或蓝色就知道了。
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回来，看到什么柴鸟在的场，干，我怎么不早点吃完饭回来？来不及了。繁星斗那句直接烂晕烂，斗哪一句？我什么东西？我抖什么东西？你现在2000，我看一下我多少。啊，我3300了，我3300了，我挂，我用挂的就好，不敢赌了。逢赌必输欸。没有，就除了就是两个兔窝的在跟他打那种，我才有可能有胜算，不是有胜算了，才有可能赢。不然，其实最难赌的就是他会不会垫底，这个赌注是最难赌的。因为要赌他会垫底真的太难了，因为可能两个兔窝的人会彼此厮杀。哎、欸，是大粪盖吧？哦，闪焰冲锋哦，白痴，就是亲人那个啊，亲人哪一个？你说刚刚那个吗？对啊，因为那时候一听到他会这样骂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哇哇哇哇，好赞哦！但挂的极限是4500，不会啦。我从下午挂到现在，我又3300了欸。去找柴鸟跟火鼠去踢馆，有啊有啊有啊，他们那时候都在场啊，所以那时候一看到火鼠，我就直接赌下去了、啊。你知道那时候？我只要在聊天说他很凶，他很凶哦，啊，真的假的？他很凶。那火鼠怎样？开局怎样？大三元哦，还是多少？超赞但没钱，我超赞但没钱，没有啊，那个是忠诚点数啦，去挂台就有了。那、欸、你看到 DC 里面一大堆人挂着，就是都在那个啊马子台。斯巴达安安。阿亮也有，他们都有啊，就我都说他们神经病啊，你小心一点。啊、哦，火鼠是国士无双吼，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才会在明阳台说，哎呦，怎么这边都是认识的？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观众，是全部几乎都是兔窝的。那我说，哇靠，怎么都是人？啊，奥弟你也可以去挂挂看啊，他现在还在开。所以我还在挂，好了，我没想到11点前完成呢，太棒了吧！下次也要 all in， 就是等有柴鸟、火鼠他们在。哎呀 ，all in 你要先看是不是有两个兔窝的，那有的话，那你再看一下陪那个赌注是，米娅会不会第一？如果是第一的话，你就全那个投不可能。如果会被垫底的话，那你就要犹豫一下了，因为可能柴鸟跟火鼠两个人厮杀，杀得很快乐，懂吗？啊，诡计哦，这还可以。然后体重较重，哦，我的天哪、啊！昨天两场一满，下次有欧影视。我看解完这个，我们去抓猫咪吧。我看有火鼠跟柴鸟直接来。对啊，其实没有，有时候他们就是不小心能力太强耶，然后不小心杀到隔壁的人。今天很棒，我很棒，谁的局？我今天只看了前面几场，后面几场有没有兔窝的，我就在刷那个课题，对吧、啊？其实我讲真的，就算那边今天没有我帮好了，可是那边兔窝的可能，可能。好，
喜欢吃香菇。人越来越多啦，对啊，就像我也在他讲啦，我说，毕竟 YT 没办法像 Twitch 一样是可以直接 host 带过来，所以我说那是他们愿意过来，而且很多也是靠你自己努力啊，我并没有帮到什么，我只是做到宣传嘛，宣传要来不来是他们的决定，不像当时的诺英是我有办法就是。在影片后面就是有放他的连结或什么的。现在谁米娅在感觉他比较想要再做退取了。YT 那边就是放精华或影片。然后那个谁再是麻子吧。麻子的话是他也开始双开了，然后也准备好像也准备开一个月了吧。对啊，其实也在努力帮麻子，但可惜是，因为麻子不会打日麻，我觉得观众不多是会知道麻子的那个啦。好多人好害怕，今天终于玩到小起点了。我靠！要怎么会有小卡比兽？我想要吓到，嗨！你有在这里，小抱抱。对啊，其实我讲，像今天看到麻子是在米娅台的时候，我想说，干，你就是不开台，我要怎么带人过去？那其实有注意到你们好像比较喜欢，还是有。在米亚台活动，因为毕竟人家还是会打嘛，然后可以欺负他这样。还好今天有说，刚刚有说遇到闪不算哦。为什么飞来这边？因为想要抓上面那只胖胖的猫，还有六尾。好扁他，太多闪了，今天真的。而且米娅竟然跟我说，你也开太少了吧，才八局。我说看，你还没打日麻的时候，我打了几局。我想回答说，我打的日麻比你五麻的次数还多哎、欸，不想打麻的，那你想干嘛？没事啊，不打麻就不勉强啊，不会怎样。哪边可以躲、啊？看一下、喔，有六位，有六位，在赏樵夫。就那是胖猫，就是这只胖猫。这草够大吗？我干不够哎、欸。玩光遇有啊，有看到你都会打招呼啊，是不是？啊，你还没去过啊？啊，今天就是在挂米亚台的时候顺便挂了。
我做的梦想比你做的梦想还多，不是，就是要讲的很夸张的啊，就像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像这种很夸饰的那种讲法，什么意思嘞？就是他要洗肾了，吃那么多盐巴要去洗肾哦，这样子感觉。老一辈不都喜欢这样讲吗？我吃过盐嘛，比吃过米饭才较多。今天做任务顺便去过啊，今天什么任务啊？我想一下哦，今天哦，今天任务还蛮简单的哎。校正，还要打倒哦，哪边有大量的啊？雪对不对？看一下，雪原嘛，我记得有冰河接坡通。帷幕海角啊，就这一条啊，干杯须。我吃过的油饼，看过的 V 还多，哇哇，会不会太夸张了？浮夸。洞窟就有三个了，什么洞窟？你说左边的那个洞窟哦？我想说，你在跟我聊光，你在跟我聊宝可梦。云青路口右转，好像有看过东施喵，就这一条啊，都在这一条上面呢、啊。这个我知道啊。啊，可惜当时想要大量发生，真的相见恨晚呢。就是那个哪里，抓长尾怪手的那边吗？飞起来右边。好啊。好、啊，我去抓小石怪。天柱也在左，对啊，也在左。他要那个要进去，都在左边。所以我说今天任务超简单。入口山上这里啊，你是家吗？这边就一只啊。我那时候在抓长尾怪手，你、欸、说左边哦？等一下哦。是直接衔接入口的山上，你说那条斜的吗？我想说应该是西施喵变成有几率变成东施喵的那种啊，几率。你说这里吗？我怎么会讲西施喵啊，魅力喵啦？我刚刚还想，我刚想说啊，我是不是刚刚有讲错什么？我会讲西施喵，是不是想要西施啊？没有哎、欸，没呢，没就是没。我说路口右转，就是你说哦，好哭啊，那边也是几率的啊。那边也不一定有啊，因为之前刷长尾怪手有留意，他不一定有。看。魅力，魅力！没了。我？对啊，那边是那个魅力，没有机会变成机师，那就刷大发生吧。
确认一下哦、喔。正向技能次数，捕获较重，打倒。哇哈哈啊！哇哈哈！太难了吧！我来看看戴着耳机听台 会睡着。又西施喵，你是多想要西施啊啊！其实我比较喜欢貂蝉。哎、欸，不过貂蝉小乔这样比的话，我还是比较想小乔、欸。小乔大于貂蝉大于西施，以之前三国无双来讲的话，哎、欸，跑去马子台了、欸，哎。初见安安，那、啊、包包会不会爆啊？确认一下，确认过眼神，哦，还好像不会爆。是谁？小石怪？是小奇怪？你选孙尚香，你是说三国的吗？不是三国、啊，三国无双的吗？还是你是说终极三国的阿香？阿香，好几家嘞！哎呦喂啊！不是啊，我刚刚不是说三国的吗？讲干话啊，不然孙尚香还有谁？啊，好了，没有了，回家回家。啊，警察。开始，打倒要25次哎、欸，哪边多啊？血缘吗？等一下哦、喔，啊这边是瘦的啊。我哼的是最赤壁哦，确认过眼神是吗？哦，真的假的？那叫最赤壁哦，我不知道哎、欸。哦，大大大发生，可是大大大发生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啊，就在哦也是呢，我在时间限制里面开打，暴打一波。哎、欸、好哎、欸、好哎、欸，到这样子了。反正体重较重的去交换
交换 boss 就好了。好，阿巴森，听得委托，我会委托，我要射气球吧。嗨，当时。怎么了？大金刚宝鱼那里啊，人家对啊，不想其他是这样子。哦、所以呢，哎呀，那白那个海那个，等下，刚刚那个海豹球是真的是刚刚那样子的画面，还是是刚好那个他路过啊？隔壁有歪曲，我里面东西拿过了啊。歪曲东西拿光了。其实说宝可梦很多色围是绿的，我觉得还好，粉色也蛮多的、啊，粉色、黄色都很多呢。啊，他要跟他 PK 哦。神兽的箱子，一堆，几家？如果没练他、欸，会死，会输啊！蒂亚卢卡也是特工，对不对？总头看嘛是吓到了，对啊。会打输啊！他什么技能可以配？习得招式，怎么那么少？完了，我对他太不熟了。
欸，该不会只能带他吧？欸，真的哦。他说只能带一只，结果他带了三只，这样子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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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用原始的跟你打。我要上咯，先走咯，拜拜。好，拜拜。哇，真帅啊，真正不输鬼呢。真的是不要脸呢！听说有新宝可梦的消息，因为我刚刚开台有聊啊，就第九代的啊。我们金刚队以后干脆也到朱青春训练场那里锻炼吧，因为锻繁星，还有打架喽，羞怕喽。当时回去得意的表示，宝可梦可以扛下好几只哦，我可是用了三只宝可梦而已哦。那会不会见到旺罗啊？好，刷大量，刷大量。
哇，三处大大大发生呢！啊，不被要打一次，打爆他，到三仓打。我家里面闹鬼 ，EF 五级，我恭喜。洛托姆，怎么了？那种事情，咦，有人有遇过这个吗？终于见到你，鉴于你绿界不爱我了，我还是来投靠超级人打打人。好的，感谢墨雪。哎呦，感谢，早点休息，早点休息。有啊，十二点就会关了。是晚上才触发的剧情。真的叫我睡觉欸。哎呦，干嘛？再打一次哦。没啦。我忘记怎么打你了啦。好，欢迎来到梦天连战的世界。你能长胜不败到几时呢？相信自己的实力与运气，挑战无穷无尽的连续对战吧。第一战你想做的什么？庞大南国雪火。你们有在打这个吗？白痴，白痴，白痴，白痴！等一下，我宝可梦很少。哎、欸，不止大大大发生欸，我的天啊！那、啊、我晚上又有事情做了，我的天啊。五连以防御为傲。还有洛托姆。是宝可梦吗？是啊，不像吗？
啊，我要去吃那个哎、欸、种子了哎、欸，有些感觉需要了哎、欸。雄心是啥？男的。哦。所以有可能有勇士如鱼咯。也蛮如意啦，什么勇士雄鱼开啊？一次拿石头丢人，哇天哪，好爽！攀登之爪，南国雪山，以速度为傲。这是大牛啦。哦，大牛拉怕啥？哎、欸，现在开始是啊，不讲武德咯。不知道哎、欸，我也是刚刚经过帐篷才遇到这个东西啊。野周记睡觉晚安，好，野草晚安。星月，神经病哦、喔，怎么可能？打他？打星月干嘛？白痴啊！点数比较高的会群哦，我好怕、啊，不要啊！这血量不会补啊。不是，我只带三只，感觉不够用哎、欸。独眼呢、欸？啊，一直打飞行，碎啦。我说可以抓是不是？我看一下哦、喔。哦，不行，他没有宝贝球的选项。好啦，打十回我们就离开吧。啊，这点数能干嘛？可以吃道具？不是啊，我不想一直先泡在这边啦，我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啊。对啊，这边会出东施喵哎、欸，许愿是干嘛的？
替换，以 HP 作为代价倍增点数。返回。哇靠！睡觉就会这样哦，我的天哪！官方有公布这小游戏吗？我不知道啊，为什么你的角色看起来比较不一样？哪一只？我现在这一只吗？哦，你是说哪一只？现在这一只吗？你可以换衣服啊，就是有服饰店吗？还是你是说什么发型？还是？我在睡觉，我不信，还是要晚上才能啊，好恐怖哦，好奇妙哦，只是想说买个东西，对吧、啊？就是，你解主那个支线任务嘛，支线任务的话就是你要照着主线走哦，支线任务之后他会要你去抓某些特定的宝可梦，哦，进去给你看好了，还有一些特别的发型，然后你可以去看看，我是不是非常操作？发型的话，就是你如果有解支线的啊，这是预设的。然后这边开始就是这个其实我用一阵子，然后这个你应该不会有喜欢的，这个应该也不会有喜欢，这个你应该还好，这个你应该更不会喜欢。那这个是杰克的眼，杰克这样子。就是多解支线，然后会跟你讲说什么理发厅要你找什么的，那就是你的那个宝可梦，他会说看宝可梦，然后你就拿你有的给他，这样就好了。然后至于衣服的话，也是就是支线，我在想应该是课题啦，后面支线才会解哦。对啊，就是有些支线你。其实理论上你支线可以先丢着不用理它，然后因为很多都是那个要你看一些给他看一些宝可梦，看一看就好了。像他是要梦妖跟拉鲁拉斯，就国民老婆。然后至于衣服的话，你现在主线到哪里？第几张地图？像其实我衣服超多，我都没有买。我有一阵子当忍者当很久了，在这里，这个我有一阵子当这样子的忍者当很久了。然后我现在穿的衣服其实是宝可梦的那个样子，准备打第四战，那差不多了啊。就是我可以给你看一下哦、喔，就是你看它上面会有介绍奇力服嘛。然后是水水踏，我在想说应该是课题，他不是完成课题，我在想说应该是完成课题会有这个东西。你没开到十二点哦，我以为开到十二点。完成课题也有，你要不要看我？我真的是发神经欸，我现在课题来到这里了，就大概多少1/7了吧，然后上面全都是完美了。没事啊，这应该是到我也不知道欸，其实就是你看，我其实这套衣服是叫樱花宝，那屁股那边其实有个樱花宝的图案。你回 F 不，你回 YT 之后可以爆开这个一波啊。反正有事情做，
你能跟我来吗？不要，我要去刷大大大量发声，不要，我应该先把一顿跑定跑一轮，可以啊，反正他四月还有 DLC， 我把老大推下去嘛。嗯，你来啦。不知道。豆子早安。他在叫我欸。繁星，你知道为什么叫银河队吗？若我提到星月他们才能能力，就宛若繁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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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在夸我欸。于是就有位支援者说：“那就跟银河一样呢。”但是这个名字有一天终究会消失，毕竟不在说。被撩现场，真的都是我撩人第一次被撩，哎天啊！他的手在干嘛？繁星，抱歉啊，占用我的时间，在那边撩我，可恶！哇，拿去卖钱。被撩了，我晚点要把这一段PO在 FB 上。好扯哦，撩我欸。那我们就刷到这边有大大大量发生在开工吧，不然感觉时间会不够。好扯哦，搞不好哈基玩的时候他还说就像天空宛若哈基一样。好扯好扯。对啊，其实就是也是当时怎么会叫繁星的由来啊，因为当时真的也是很喜欢星星跟星空，然后就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决定用了繁星这个名字，还加了邂逅，我的天哪，后来发现是说邂逅整个是太羞耻才把邂逅拿掉。好像有比较特别这代，好像有比较没有特别看这代剧情。你没看剧情哦，好像也是啊，没差啦，因为这代剧情有些，我其实也没有在认真看，没有让你感觉很香的，你是要多香的？歪了歪了歪了，不是你。香的哦，你准备打第四个，那你会飞了吗？那如果你会飞的话，你应该会喜欢那个吧，那个绿色头发的小萝莉吧。剑盾的玛丽就很香啊，哇，
班葵也很香啊，还不会飞。好好好好，那后面没事没事没事，后面还有小萝莉等着你。第四应该是爬山，对啊，欸、对呢。我每次把雪搞成第四个，没事没事。哦，怎样？我头又流，我的痘痘又爆开了，又在流血了。奈何啦！放弃，放弃，放弃！我去丢企鹅，跟他宝贝球丢企鹅。有了有了有了！哇，他跑好慢哦，我好喜欢哦。打25次哎。魔鬼任务，欸，六尾晚上不会出现对不对？想说那这样我都只能白天呢，因为六尾的我课题还没有解完。哎、欸，不对，晚上不会有。哎呦哎，我是说，哎、欸，我怎么记得晚上不会有那个啊？魅力喵，等官方释出更多珠子的情报，什么珠子？啥珠子？那个隐藏小游戏，你明天会在测试吗？要看哦、喔，那就是爬塔不是吗？哦，第九代宝可梦，哦，珠子哦、喔，我说什么珠子？哦，他回来，他回来。想说啥珠子？感觉应该也有很多人在拍影片啊。
欸，266小时解完全部，我真的觉得很强欸。有时候要等睡觉，要等什么鬼东西的。266可以玩 speed run 欸。我知道啊，就是柑橘跟葡萄啊。好了，来敲企鹅。还在等情报？对啊，想看看进化后的样子。你们觉得这次会不会有像挖宝藏啊？就像那个海藏宝图。大航海时代，赫伯。进化太丑，就不想给他进化。木木萧我也是啊，反正他们永远就该这么可爱的样子啊，就但愿他后面也不要说什么课题东西了。搞课题，增加游戏时长。对吧？豆子晚安。你看都穿水手装了，还是要去探险呢？也、欸、没有欸，就是给耶，可恶！我就这样子进出，然后去刷。加减刷，给我刷到的时候，我也差不多课题结束了。哪次不是这样？僵尸喵，没有？哎、欸、呦，有。大屁股，大屁股，他好小只哦！哎、欸，不对，刚刚雪的那边有大量发生，应该过去的哦。那边东斯喵的几率也很高哎。是不是用火加格斗？哇，是鳄鱼哦，水加火。
就是那个啊，蒸汽神兽，水火兽。干闹钟这时候响，白痴吓到我了。哎呦！你要说他动是那样哒哒哒哒哒，对呀、啊，没办法、啊，要扎25只哎、欸，我想都很难，除非，好啦，也快时间差不多了啦，这只抓一抓。你的闹钟怎么响了？叫我起床啊！我前阵子还是作息很乱的时候啊，我还是有设闹钟，这时候叫我起床。是想说最近有时候也是跟我讲说，哎、欸，已经11点快12点喽，该关台喽。河马兽击杀它好少只，你可以去那个啦，去中央营地中哎、欸、山中营地中间的营地往旁边飞，我是这样刷的啦。就每次它不是旁边都会带着两只那个吗？妈妈旁边带两只小的。好了，我刷完这一次我们就休息啦。有戏安呢？然后等一下去把繁星那个东西剖一剖。睡油睡油睡油，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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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跑哪边？真没想到是为了这个独挡，我的天啊！东扭扭西扭扭丢不到哎、欸！可以直接抓一下。我跟你讲，这四只我课题完成了。野蛮如意还没啦。野蛮路易是剩一些那个要幽尾玄鱼啊，可是这还好啊，我已经有两只一公一母。耶、yeah, ！我们还要再打20只啊！各位再努力，加油加油！奥利给！哎、欸，我那么肥，
然后就跟哈基说一下，为什么鸟要这样飞，就是按一下按一下，让它叫让它叫，就是这样飞是速度快，但是不会，因为你直接加速飞的话，是会让它越飞越低。然后你就是边按边放，边按边放是最有效率，可以飞最远，但又不会降最低的方法。老板，我先下班了，好。我要十二点了啊，各位睡觉咯。哎呦。等一下哦。打倒次数十五次。我可惨了惨了惨了。老菊晚安。捕获还好啦，打倒吧。别在旁边睡觉。好，这两只六尾打完就休息啦，感谢各位今天收看啦。明天哦，明天不知道几点开，明天会不会开不知道啊。我明天要先去看医生，那是中午的事情，中午之前的事情，然后再来是。再去问设计师，再去问设计师什么时候有空可以去剪。今天真的很开心，靠腰，你说你做梦哦？不是，我明明也可以做梦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好了，大开杀戒！我没错，那三个还是笑死啊！那三个正太的很恐怖哎，369事件。上课专心啦，上课，谁上课？哦，平时要上课哦哦哦哦，好啦，对吧？上课专心啊，不要跟木木一样啊。不要让我有那种坏印象啊！好喽，就到这啦，各位晚安喽，晚安喽。欧元宝宝晚安，早点休息。你也要上班吧？不要赖在床上了，赶快睡。呵，大家晚安。你还在工作，我知道你还在工作，好吧，好，爸爸晚安，啊，关掉关掉。